我对他的歌声的印象是非常的甜美。我对紫蕾姐的歌声就像天空的云一样，绵绵的，软软的。她的声音也是这样轻轻柔柔的。我总是能够从他的声音里面听到他对生命的那份感动与热忱。我觉得紫蕾姐的声音总是带给别人清新典雅的感觉。紫蕾的歌声呢，可以用温柔婉约来形容。歌声里面呢，真的是你可以感受到那个说服力哦。就是我以前的春天。哇，大家好，我是王紫蕾。我回来了。云集我想应该是在30年前，因为那时候刚刚出道唱歌的时候，看到一场很棒的演唱会，那时候我就在想，要是作为一个歌手有一天能够拥有一场这样子的个人演唱会的话，那就太棒了，而且就值得了。所以30年来这是一个梦想，一个理想。紫蕾这次回来其实告诉我们一个讯息，她30年了，其实我们自己都吓一跳。那30年其实对一个人的一生来讲呢，其实已经算是非常的长的一段时间，他可以经历很多种不同的阶段。人生当中真的有很多的很开心的时候，有很多有时候是哀伤的时候或不如意的时候，那这都是不可避免的，所以我想这就是人生嘛。人生就用一个很健康的、很正面的心情跟态度去面对它。3、4、5年级的中年人，那么在他们小的时候，听这个紫蕾的歌。这些歌当中，其实就是说他在他们那个时候，他们是蛮理想的，啊，然后非常天真。但是经过了这么多年之后，我想就是说有进入社会的时候呢，大家都经过了一些的磨损，有时候人几乎忘记掉那个时候他们还曾经年轻过。那段时间啊，是台湾非常刻苦的一段时间，啊。就是大家一直奋力向上，然后养儿育女，几乎也就是说在那段时间大家日子也蛮苦，然后晚上大家会看连续剧。水也动情留不住，秋潮向晚天，风起春来早，曾伤悲，曾流年。
机会跟唱片公司合作，然后唱连续剧主题曲。尤其是欢迎公皇导播，他从《秋水长天》这部戏之后，他所有的戏都指定一定要我唱，真的是我的你说伯乐哈。那所以我跟连续剧主题曲的关系是密不可分。我一直觉得李先生他是个很好的父亲，很好的丈夫。我从前不是，现在不是，我以后也不会是。我们是在民国68年，台视的一档连续剧，也是我的第一部，八点档连续剧，叫做《秋水长天》。那个时候他唱主题曲，那个时候黄以公黄导播的导演。那这部戏也是当时在台湾电视史上面第一部是用 ENG 单机来拍摄走出棚外的一部电视剧。雨过晚年。像你的记忆一样的，就是当你被勾起来的时候，你就会回味无穷。其实他是一个有声乐训练的歌手，所以在我们听他最老最老的歌的时候，那个时候他大概才十来岁吧，其实就说他是在平稳当中是带着很丰富的感情的一个。你可能听他的歌啊，他不会有太多的。那就说在这个声调的起伏上面并不会真的那么大，但是呢你又感觉到他一直都会带着一个相当不错的感情去唱，也就是说他的声音其实可以流传很久。很多这个走过了这么多路的人，我觉得在听到子雷的声音，他会是心有戚戚焉的，然后他会有很多的画面出现。这个时候他子雷的声音跟他自己的时空他又交汇了，所以很多真的心里面底层的东西被叫出来了。风好像倦鸟，云好像飞鸟，这世界再没有属于自己的梦想。我走过青春，我失落年少，如今我又再回到属于自己的地方。海北的天空有我年轻的笑容，还有我们休息的共享的角落。海北的天空常在你我的心。真的没有想到，就是我自己心情的写照。当年唱这首歌的时候，也是一部连续剧的主题曲。然后呢，住到国外以后，每次听到这首歌，就会想家。我想，啊，台北多好啊，我生长的地方。所以你看，我又回来了。台北的天。我相信只要在台湾的人，不管你住在哪里，你出国如果回来在机上听了这首歌，你都会觉得回家多好。所以今天子雷带我们回到了一个我们很想念的一个地方，很想回去的地方。台北的天空有我年轻的笑容，还有我们休息在台北的天空，在那一段的黄金岁月里面，我们曾经拥有过，最快乐的时光，也是最积极向上的时光。所以我也是希望能够借由这一次台北的天空演唱会，能够子雷能够勾起很多四年级、五年级我们对当时的生活的一种热爱跟向往，一直能够持续下去。虽然我们现在都还在这个工作岗位上面，我觉得这个是给我们一个
再接再厉吧，就是回想到从前我们怎么样在打拼，在各行各业里面，我们四年级五年级的朋友们不止子雷，我想我们都大家继续加油，天空还很宽阔。我想要说的话实在是很多，但是就像我在演唱会里头说的一样，我真的比较不善用言语来表达我内心最深处的情感，我就希望大家多听我的歌，在我的歌里有对大家的感谢。Yeah.
献给这一天。啊，哇，大家好，我是王芷蕾，我回来了，真的好开心。三十年，好长的时间哦，从一个懵懵懂懂只知道喜欢唱歌的小女孩，到今天能够站在这里为大家演唱，我心里的感触呢，真的是很多很多。我想，大概今天用一整个晚上都说不清楚的，所以还是啊，用我的歌声来抒发我的情感，用今天晚上的歌曲来配合这次演唱会的主题，春夏秋冬四季流转，让我们一起来回忆一下属于我们的青春岁月，也让我用我的歌来表达我心里对大家的思念和感谢。
有人你陪我看见，在寂寞寒冷之外，你有一双不会察觉的眼睛，在那样的一个偶然里与我心事有你是什么牵引我走入你的生命里，当我还来不及却已深深爱上你，爱上你的生命。专辑《春天的脸》里头我自己很喜欢的一首歌，我想很多人可能在不同的时候在不同的状况下都会有一张不被看见的脸啊，所以这首歌我很喜欢它的意境。当然了，在结婚到嫁到美国这么远去啊，心里都是很想念我生长的地方的。那有一首歌也是我在离开台北之前最后一张专辑的主题歌，我想可以用这首歌把我们所相隔的这一段时间的距离联合起来，让我们一起在这首歌里头来回味一下我们共同拥有的悲欢岁月。春前月，阶前
谁在诋毁，谁能挽回，谁能留住你到永远。风里烟，梦里月，曾有多少缠绵，来世无声，去世无痕，不敢提起你是不一样，像我刚刚说的一样，一开始还真有点紧张，尤其看到这么多认识的朋友在这里，像孙叔叔啊，我想我不能一一的点名哈，那越讲就会越紧张了。那什么我听不见，我只听到什么没有，加油，我听到了，那你们要替我加油啊！谢谢，好感动啊！谢谢。我想呢，很多人说我适合唱抒情歌曲，可能跟我的个性一样啊，那么比较温柔一点了哈。那我想，
喜欢听我的歌的朋友好像也是一样，都很温柔，那但是呢内心也都很热情，对不对？好，谢谢。我觉得成为一个歌手呢，最幸运的就是能够有自己的代表作。接下来这首歌曲你们一定都熟悉的，一定也都喜欢的，但是呢我们有了新的生命，新的编曲，猜猜看这是哪一首歌，我们来听听看。
半颗心，换颗感恩的心，为我谱出喜悦的音符，啦啦啦啦啦啦啦，给我换颗心，换颗知足的心，叫我懂得懂得珍惜身边的人事物。我们欢迎天韵合唱团。感谢呼吸有空气，天不缺人路，给我换颗心，换颗感恩的心，为我谱出喜悦的音符，啦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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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给我换颗心，换颗知足的心，懂得懂得珍惜身边的人事物。感谢感谢太阳清早起，啦啦啦，农夫种稻谷。感谢感谢呼吸有空气，感谢呼吸有空气，天不缺人路，抱怨就悄悄远离，怒气慢慢下楼梯，换了一颗心，世界都变了，心不心有你，换了一颗心，世界都变了，心不心有你，心不心有你，心不心有你。换一颗心，哇，就很开心了，对不对？真的很高兴，很高兴。嘿，天韵合唱团，我的好朋友，真的是非常的。非常的谢谢你们能够今天一起来跟我们大家共聚在一起。以往呢跟着天韵呢巡回演出，今天呢当然那也是好多年前，今天呢好久大家都没有同台演出了，真的是非常高兴。我想在这里先跟大家打个招呼吧，要不要我们让天韵来自我介绍一下。嗯，请伊娃开始。大家好，我是唱女高音的，我的名字叫邱艺萍。大家晚安，我叫王美，是女中音，很高兴在这里跟大家见面。晚安，大家好，我是刘同玉，女低音。大家好，我是廖雅慧，女高音。哇，怎么都这么客气啊，怎么讲的这么简单而已。好，那我们这边男生一点可能比较活泼一点。来，各位朋友晚安，大家好。我是男高音温克强，谢谢。一样简单。好，晚安，我是男高音林世传。大家晚安，很高兴能够跟子雷再一次在这个台上面一起演出。对，对不对？记得那是12年前的时候。哇，已经很久了啊。这是12年以后第一次在这里演出，谢谢大家。我叫学次。大家好，我叫谢光哲，我是男低音，谢谢。好，那意犹未尽，我们再来一首好听的歌。这首歌曲我自己非常非常的喜欢，很多朋友也很喜欢，不管你是不是基督徒都会喜欢这首《风和爱》。
就好像风，就好像爱，
存在的，我们都知道。好，田云的歌真的是太美了，对不对？对不对？我们再多听他们唱几首好吗？好，我们一起来欢迎田云给我们带来的好听的歌曲，来。什么是无限？从太阳知道什么是永恒。星际的运行教我什么是规则。四季的变化教我什么是有序。夕阳告诉我什么是美丽。花落告诉我什么是甜蜜。雪花告诉我什么是纯洁。小鸟的歌声。山叫我温州，水叫我婉转，风叫我温柔，云叫我飘逸。哦哦，大地叫我宽广，花草叫我自在。谢谢你给我这份自然。终于就知道什么是无限。从太阳知道什么是永恒，星际的运行教我什么是规则，四季的变化教我什么是有序。夕阳告诉我什么是美丽，花落告诉我什么是甜蜜，雪花告诉我什么是纯洁，小鸟的歌声。告诉我什么是快乐。山叫我温州，水叫我婉转，风叫我温柔，云叫我飘逸。哦哦，大地叫我宽广，花草叫我自在。谢谢你给我这份自然。山叫我温州，水叫我婉转，风叫我温柔，云叫我飘逸。哦哦，大地叫我宽广，花草叫我自在。谢谢你。
首昨日游行，为什么竹情断肠，红颜未老依然远近，问青年一绝梦一远，可曾留住天窗秘密，问春景夏暮秋最难忘的人。
最难忘的人。大家看到这些以往连续剧的画面，有没有很多的感动很感触？我觉得我自己非常非常的幸运，可以唱到这么多这么多经典的好戏的主题曲，还有电影的主题曲。可能呢有些戏大家都已经忘了，可是呢我想这些主题曲的旋律一扬起的时候，可能又会让大家想起来很多点点滴滴的当年你在做什么呢？可能在谈一场恋爱，可能正在准备考试，可能很多很多。我想有一首歌的画面呢，很多朋友告诉我他们确实很难忘，印象很深刻，因为当时呢也算是一种创举啊、朋友说会记得一个飞机降落的画面。大家知道我说的是哪一首歌吗？我听到了，我听到你说了，没有错，就是远赴到巴黎去拍的巴黎机场的主题曲，让他们都知道。我们一起来回味一下，谢谢。
飘，北方的雪是多么凄厉的扫，那春天的气息，那燕子的故事，那柳莺的幸福，那蝴蝶的自在，让他们都知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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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的回忆都回来了哈。让他们都知道，嗯，我也好喜欢这首歌。大家说听起来有点像音乐剧的感觉，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同感？有啊，大家都点头。嗯，新的编曲真的也很棒，很清新啊。我想呢，接下来这首歌曲大家一定更熟悉、更喜欢，因为呢，当时是一个创举，台湾有史以来第一部用 ENG 单机。外景作业像拍电影一样，一个镜头一个镜头一个镜头拍起来的戏。嗯，知道是哪一部戏吗？考试哦，那是黄乙公黄导播的代表作。嗯，我想我们来听听看你就知道是什么了。嗯，这首歌曲真的是很清新，我觉得呢，我能够唱到这首连续剧的主题曲，非常非常的幸运，很荣幸。那也是我的恩师翁基基翁老师特别写给我唱的，非常对我意义深刻的一首歌曲。对，大家可能已经猜到了，我们一起来回味一下这首，我相信你都不会忘记的《秋水长天》。欢迎刘德凯，刘德凯，不是旧岸雁声叹，依旧是落日蓬门前，多少落分数点。几番小港春愁，金浮于海上，不及烽烟，壮志化作远方，雨过万点。朋友刘德凯，依旧是秋潮向晚天，依旧是芦花长啼怨，多
少一身墨红缎，几番少年情泪，尽付与海上无际刘德凯，哇，我的好像在做梦一样的感觉，怎么可能跟这么帅的男主角一起唱歌呢？啊，对呀，哇，那边有你的好最忠实的影迷，哇，好帅！大家各位观众好，好久不见，对呀，很想你们，哇，好热情哦，好热情哦，我想呢，喂。太激动了，哇，好棒！那大家可以感觉到，一听到我们的德凯呢，这刚刚开始唱的时候也有点紧张，对不对？对，好紧张，因为唱歌真的跟演戏不一样。对呀，所以大家就知道，站在舞台上唱歌还真的是不太容易呢。我一开始的时候紧张，后来我不紧张了，就轮到你紧张了。不过没有关系，我想呢，大家看到你都好开心，好开心。那主要呢，你这次能够回来，我真的是非常的感谢。我知道你是专程赶回来，从上海赶回来的，那唱歌也不是你的本行啊、哦。那所以说，我要在这里跟你深深一鞠躬，谢谢你的。哪里哪里，有请。是嘞，谢谢。然后呢，我也很替大家高兴，大家可以看到你。我想这次机会，那你就多跟大家说一说你最近的近况，好不好？我接到值班单位请我一起来跟子雷姐一起来唱这首歌的时候，心里非常的不习惯，习惯。这是怎么回事？我们圈子里面对稍微资深的艺人都是称呼姐啊哥的这样子。德凯哥，只要不要被称呼阿姨就好了。是吗？那接到这个电话非常的高兴，因为的确是好多年没有在台北的舞台上跟朋友们见面了，也没有在荧幕跟朋友们见面。是。尤其秋水长天，对于我从影30年以来，我觉得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里程碑。这是我演的第一档连续剧。对。然后运气也相当的好，当时碰到这么好的导播黄以公，然后又碰到这么好的编剧夏美华，然后还有萧芳芳，这个演技大家，能够在我一个新人来讲给了我这么好的一个机会，我也学了很多东西，而且也加上这么好听的主题曲。有一次记得在拍戏的时候，我跟萧芳芳两个在那边胡闹胡闹闹，忽然要演这个感情戏了，两个人情绪回不来了，在那边还在笑，结果黄以公就放了这个《秋水长天》的主题曲给我们一听，当时就进入状况。还有这一段插曲啊，对对对，哇，我都不知道，这个记忆非常深刻的啊，记忆非常深刻。而且呢，芷蕾的歌我一直蛮喜欢，常常在国外拍戏的时候，有的时候朋友聚会的时候，我每次一定会唱《台北的天空》。哇，真的啊？对。因为差不多我们年纪相仿的朋友在国外，大家聚首的时候唱这首歌，心灵的互动，这个是大家放在心里面。然后大家在民国60几年、民国70几年的那一段，大家共同奋斗的那一段黄金的岁月里面，对，大家都很期待能够看到台北的天空。对呀，所以今天来参加这个演唱会，芷蕾的演唱会，在这里跟朋友们能够借这个机会见面，我是十分的荣幸。谢谢各位这么多年来对我的支持，谢谢。谢谢。那你要不要？你看大家对你真的是很热情，很热情。要不要再跟大家说一说你最近都在忙些什么，好不好？我想大家一定很好奇，也很关心。
对，因为你唱歌少就多说话，我相信大家很想知道你到底在忙些什么。最近都在拍一些古装戏，所以头发有四年是光头，一直没有留起来，就刚留起来发现头发少了很多。我被那美容师吹了半天，我说不要吹了，就是把它压一压，看起来多一点。没有关系，帅哥就是帅哥，不知不觉中流走。光头也是帅的。对，对不起，我失态了。我其实在舞台上我也是十分的木讷，也不太会讲话，那在这边呢我也是很高兴能够跟芷蕾呢，我们依然在工作岗位上面努力。对，那也听说芷蕾刚唱了一首新的连续剧主题曲，叫做《玉清嫂》，非常的好听。我们接着来欣赏芷蕾为我们带来这首非常动听的《玉清嫂》。谢谢各位。谢谢。好，这也是黄义光导播的导演的心戏，谢谢你了。很感动哈，大家再一次谢谢刘德凯，好不好？谢谢。好，我真的是依依不舍，我送你几步，这样子恨不得追回后台去。我想很多人可能跟我感觉是一样。玉清嫂非常好听的一首歌，非常好看的一部戏，我们一起来欣赏《玉清嫂》。
云开日丽。翩翩飞起，翩翩飞起，引我走进你背弃的眼。翩翩飞起，翩翩飞起，引我走进你身上的泪里。我知道在风的怀里会与你相聚，会与你相聚。这首歌曲，当然我喜欢的歌很多。记得我小的时候呢，常常会跟着爸爸到西门町去听歌，有日新歌厅、凤凰歌厅、立声歌厅。喜欢听歌的朋友不知道还记不记得，那时候我还是个小女孩，那听很多大姐姐们唱歌，尤其是老歌，我好爱好爱哦。
以后呢去唱歌的时候，很多人说奇怪，你怎么对这些年纪比你大的歌都还是知道的这么多，还会唱的也不少。那是因为我真的是从小就爱听歌，爱唱歌，尤其是老歌呢，真的是耐人寻味。有一首老歌，我想是我的最爱咯。当然今天安排的歌曲都是我的最爱，希望你们也都会喜欢。好，它代表了我的心情，我对唱歌的感情永远都不会改变，我对大家的感谢，对大家的这一份感情也永远不会改变。所以让我们一起来听听这一首《不了情》。相思苦。
情。当初呢，我在唱《晚风》的时候，大家都以为也是一首老歌，其实那个时候呢是全新的创作，是新歌。但是接下来这首歌曲呢，因为有收录在我的唱片里头，所以很多人以为我是原唱者，但它才是一个道道地地的老歌，在我很小很小的时候呢就听过它，而且会唱了。今天呢都是抒情歌曲比较多，给大家换一首比较轻快的《你懂不懂》，好不好？一起来。七蹦七七蹦蹦，你懂不懂？我像一条龙，你不过一个小小蜈蚣。七七蹦蹦，七蹦七蹦，七七蹦蹦，你懂不懂？我像一棵松，你不过一个小小洋葱。一个天来一个地，我和你相差不知多少里，我就是家，几家谁也不会嫁给你。七七蹦蹦，七蹦七蹦，七七蹦蹦，你懂不懂？我像一条龙，怎能够嫁你小小蜈蚣？大家会说，终于有一首比较轻快一点的歌曲。原来王子雷也还会跳舞吧？轻轻的摇一摇。其实呢，刚才说过我的个性是比较文静一点的啦。但是呢，如果以后有轻快的歌曲，可能我会把我另外一面呈现给大家，那就是我也会跳舞的一面。今天只是小小摇摆一下，也许下一次可以跳得比较摇滚一点。好，我想呢。唱老歌，唱新歌，看四季的流转。接下来我们应该要唱什么歌呢？我想是一首新歌，也是我的好朋友梁鸿志老师的作品。那每次我在唱这首歌的时候，我就觉得经历了人生，看到了很多生命的无常，有很深刻的感触。我觉得呢，我们应该要很勇敢地活在当下。像昨天的忧愁、烦恼、一切的不如意说再见，勇敢地面对未来，面对我们的生命。所以跟大家一起来分享这首非常有意境的梁鸿志老师他最后的作品，词曲都是他自己写的。昨天
再见。今天也不能多提会令人伤心的事，不如我们来听一个很清新的声音。这是我听到的年轻一代的歌手里面我觉得最好听的声音，让我们一起最热烈的
鼓励的掌声来欢迎一位年轻的小妹妹童恩。售票演唱会，对，我这个处女秀就献给芷蕾姐，然后我现在有点紧张啊，谢谢。
有一点失望，我时常这么想。在这个世界，有一点欢乐，有一点悲伤，谁也无法逃开。世界其实是很美好的，不是吗？虽然有的时候有一点悲伤，有点失望，可是它还是很美好的。我希望今天晚上大家有这种感觉，是很祥和的，很温暖的，很阳光的，很美好的世界。是要小心了，不要陷入红尘流沙。来来往往的过客啊，
说谎，你假装忘记，我也不再提起过去的心事。
谢大家给我的鼓励，希望我的歌能够陪伴你度过一些比较心酸的日子或者伤心的日子，但是真的让我的歌陪伴你不要再流泪了。当然哦，我希望你们也永远像我一样爱你们的爱我，好不好？明天你是否依然爱我？是不是？我也爱你们。午夜的收音机，轻轻传来一首。你熟悉的旋律，在你遗忘的时候，我依然还记得。明天你是否依然爱我？我早已经了解追逐爱情的规则，虽然不能爱你，却又不知该心总会有一天，你一定会离去。明天你是否依然爱我？所有的故事只能有一首主题歌。我知道你最后的选择。深知道，那绝对不是我。既然曾经爱过，又何必真正拥有你？即使离别，也不会有太多难过。午夜里的旋律，一直重复着那首。感受到你们明天也是会依然爱我的。
很高兴今天能够在一起，回味这么多这么多大家熟悉的歌曲，希望我们能够常常有这样相聚的机会，不容易哦。台北的天空，
也许曾经你和我相见在偶然，不要对我说再见，如果真是一个梦，我也不愿太恋，爱情总是太短，怎么大家这么热情？谢谢。秋水堂天再唱一遍，你这么爱秋水堂天，我想真的快乐的时间真的是过得好快好快。非常谢谢大家给我这么多的鼓励，台北天空真的好可爱。谢谢，谢谢大家。我想不行了不行了，没有关系没有关系，我想这样子，我先谢谢我们今天的辛苦的乐队老师好不好，大家跟我一起谢谢他们这么美的音乐，对不对对不对，好好，那我们一个一位一位来介绍了哈。好，先介绍我们的青春鼓王，我们的后面鼓手豆子老师，谢谢你辛苦了。还有我们的应该是 guitar 对不对，阿匡老师跟阿宝老师，对不对，对啊，我们真的是虽然第一次合作但是还是蛮有默契的，只是呢我们都忙着在台上的演出，台下还很少互动，不过没关系，这是好的开始，对不对，谢谢，我们再给他们鼓励，谢谢。还有阿露老师，这是我们的对不对，贝斯手，对，贝斯很重要哦。还有 Ruby 是不是，嘿 Ruby 老师，他最酷了，你看动作很好。好，我们的可爱的和音天使婷云、安琳和伟文，谢谢你们帮我加了很多的油，那么在我的背后为我打气，所以有他们在我就比较有安全感。当然还有我们美丽的弦乐，是由我们赖老师所领导的弦乐团，我们谢谢他们，谢谢你们给我们美好的音乐。对，然后呢当然还有阿斌老师，我们的音乐总监阿斌老师，喂，非常年轻非常的帅，而且呢阿斌老师的爸爸羊水金羊老师，对不对，是
也是我得到金钟奖专辑《翩翩飞起》的音乐总监、音乐老师，有其父、虎父、虎子，我真的很高兴跟他们父子有合作的机会。这次真的是多亏了他们。当然，最要谢谢的还是在座的每一位这么热情的朋友。今天晚上，在我的生命当中，30年的歌唱生涯中，真的是非常非常的重要。我希望在未来的日子里，每一个晚上都能够像今天一样，这样子的温馨，这样的温暖。下去，细心把你忘，只想再看一眼，令我暖暖的眼光。在漫长漫长路上，你我未重遇那天，今天的目光甜。我会向前走，一旦忘了从前与你度过多少风雨浪，往日种种欢笑时刻温暖我心房。在寂寞时候，如果你要温暖的目光，只需要轻轻把我想一想。每一个晚上，我将会愿星海点点星光，九万里星际映点一路，屏住风声来呼唤你前堂。带呼唤
最美的文化，绽放最绚烂的火花。